选区蓝绿激战，小英总统今天下午又到了云林替苏智芬来辅选，可以看到这个场面非常的热络。当总统的车队抵达的时候呢，支持者现场的欢呼音量，新年快乐，总统好，喊的是震耳欲聋。那么现场呢，有近千名的民众呢，轮番排队来跟小英总统还有苏智芬来合照。我就拼咧做代志，啊，我的团队也足拼，啊，等等下就比搁较拼吼。啊，台主啊，咱的主委有咧甲咱讲，伊甲咱的口号做啥物啥物款的代志，巨细靡足贴心的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对不对？对。台湾的委员哦，继续甲咱照顾。有幸福感。那么其实在云林海线的这个第一选区呢，蓝绿激战非常的激烈。那么小英总统呢，也是第三度到了云林替苏智芬来站台，因为蓝绿在政见会上面双方就已经交火。恭喜在野心哈，嘛无热情啦，啊野心呢，嘛无甲乡亲时代徛做伙啦。这几年来，我之前这五年外来，恁看到，恁现在看到伊几届，干那最近啊，要选举这两三个月，才认真出来讲吼，伊要做啥做啥。今天丁学忠也找来了云林张家势力来替他站台，并邀请了南投县长许淑华陪同车队扫街。那么在民进党苏智芬这边呢，有小英总统大咖力挺，光是12月份小英总统就已经到云林海线助攻3次，冲高人气。